中理事、常务监事、理事、监事，各位干部、各位同学，大家早安。早安。很高兴啊，跟大家见面啊。今天虽然下雨了，我怕那个张老师又要砍瓜，因为他每次说我的名字有一个雨字，带雨带水啊。水带财很好了哈，因为台湾现在干旱哈。去南部搞不好好天气，不过明天确定是好天气。很高兴跟大家同行哈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很愉快。这次我们的那个服务人员那个叶瑞娥小姐啊，这样是很热心啊，大家有什么需要服务可以找她。兰波先生因为他有一点私事哈，没有办法跟我们同行。但是我刚刚看这陈先生很帅，我看了他服务好的话，兰波可能被我们干掉了。那个兰波可能会被我们干掉哈。好，很感谢大家哈，谢谢。创会理事长，还有理事长。还有各位理事、监事、常务理事，还有杜老师，还有各位各位帅哥美女，大家早安。今天不要欢喜，刚刚绕台去搞两日的志向活动，本人感觉非常荣幸。两日的行程哦，大家聊搞得愉快。台下搞得非常欢喜，大家总共互相照顾了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我是叶美叶，没有人不认识我吧？我们这两天哈、出去玩哈、快快乐乐出门，平平安回家，谢谢。那个杜常务理事，出来给我们讲几句话吧。杜常务理事，只有他一个带孙女，所以我们称他杜阿婆。没办法，面大。做阿婆就表示落泪了哈。超会会长，我们邢理事长，问蒋大哥、阿儿姐、他们潘小姐，以及我们。所有的各位理监事哈，还有我们的贵宾，以及我们的顾问，还有我们所有的会员，大家早，大家好。今天所看到的都是新面孔哈，都是新面孔，都是我们新加入的会员，真的是非常的欢迎你们的加入哈。那今天呢，很高兴跟各位。一起这个出游，到高雄这个两日游哈，那祝福大家呢，这次呢这个旅游能够愉快，最后呢祝大家平平安安的出门，快快乐乐的回家哈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漂亮。